我求求你了，我把电话号码给你吧，要不然你扫我钉钉也行，或者加我 QQ， 有什么事咱们回头再说。这件事情必须今天说清楚。什么事情啊？你到底是谁？你怎么老问我是谁啊？你又是谁啊？我是谁跟你有什么关系？那你为什么会知道新海蔷薇？新海蔷薇是我画的漫画啊。新海蔷薇不是漫画。不是漫画是什么？新海蔷薇是真的。 什么？什么叫新海蔷薇是真的？你在说什么？我什么都没说呀。你没说，我听到你说话了呀。怎么回事？你没张嘴，我怎么听到你说话了？啊，你会赋予啊？如何解除这种低级的婚姻关系？还有这种脑残的心灵感应？ 心灵感应，什么心灵感应？喂，你干嘛？哎，干嘛？哎，等一下。 可圈可点的脸，但你现在举动真的让我觉得恶心了啊！这项链哪来的？回答我，这项链到底是哪来的？哎，你这个男人怎么这么奇怪？我戴什么项链呢？要管啊？这不是普通的项链，这是新海蔷薇的预言之石。什么乱七八糟的？你是不是刚刚看我漫画看傻了？哎，哥们儿，你不要太入戏。 新海蔷薇是我的漫画，预言之石只是我漫画里的东西，这都是我编的，这不是什么预言之石，这就是我的项链而已。好吧，你要是实在太想要，我也可以买一条给你做周边，但是你别抢我的呀！喂，干嘛？这是抢劫，你知道吗？喂，走开！ 接下来是合影环节，请风老师和现场的粉丝一起合影留念。刚才是地震了吗？我不知道啊。他们小朋友有没有事啊？我怎么掉台上了？